编号一个是28755尺寸57，宽13.5厚8.4，一只糯冰底的一只手镯啊，带一点点淡淡的这种紫色，淡淡的紫色，实物也比较淡。看一下手镯的内衬，有点点绵纹都很正常，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纹路之类的情况。连绵点啊、绵纹这些啊都不算瑕疵的，翡翠妹妹都不算瑕疵，是玉久闻嘛，无绵不成玉啊，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。哦，这个有小小点啊，反悔啊，明显的纹路情况倒是没有，明显的情况倒是没有，就是。像内部啊，能看到啊，晶体结构也是能比较松散的看到一点点，看到一点点有些地方啊，还有绵点之类的，这些都很正常啊。